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285页啊，285页，从第三行看起。念老的注解啊，按一切大圣神通已达之句，本为菩萨坦德，如密集金刚所说的，密集金刚列世经啊，是大宝积经里面第三回啊，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啊，收在大正藏第十一册里头。这一部经的内容是说明菩萨如来身灭、语灭、意灭，最终啊由秘密主之请求，于佛陀入灭之后500年中护持本经啊。那么现在释迦牟尼佛灭度到现在是2500多年，那么由此可知啊，这一部经是佛灭度之后正法1000年，那个时候流通很广，依照这个经典修行的人很多啊。这个经里头有说，于大比丘42000句，菩萨84000啊，菩萨了加一倍，一切大圣神通一达，有这两句啊。那么可见得是赞叹菩萨摩诃萨的。那么今此经中呢，以赞叹菩萨功德之语
以赞神文，正表此等常随身中，本是发生大事，引本垂起。本是本地，也就是他的身份，再会的，像前面所说的乔成如尊者，目犍连尊者，前面须菩提尊者、阿难尊者、迦叶尊者，这些人都是世尊身边的声闻弟子，除阿难之外都是阿罗汉的身份。阿罗汉的身份不是他真正身份，他真正的身份呢？佛在经上告诉我们，目犍连、舍利弗、久远劫就成佛了。其他的几个人，像阿难尊者现在的身份就像舞台表演一样，他在舞台上的身份是须陀洹，其他几位是阿罗汉，但是在后台呢不一样的，老演员呢都是化身菩萨，诸佛如来，显示出这个引本垂起。本是化身菩萨，本是诸佛如来，把这个本来隐藏起来了。垂起是现，现在表演的身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这个里头含着很深的意思在里面。要知道佛法了，微妙艰深，没有人能知道在佛面前提出问题向佛请教，不是化身菩萨，古佛再来，像阿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问不出来呀，程度不够。那怎么办？大乘经里头佛给我们透了信息，叫一佛出世，千佛拥护，一尊佛出现在这个世界，以佛的身份来教化众生，他身边的弟子什么全是古佛，一千尊佛来什么，像唱戏一样，他表主角，他们不唱配角。佛陀是老师的身份出来，这些人是都用学生身份出现，他可不是真的学生，是来表演的，是来护法的。佛跟佛没有嫉妒没有障碍
啊，绝对没有争名利的这种念头啊，给我们做榜样。啊，今天在这个世界，佛法衰了。为什么衰呢？佛灭度之后，早年的弟子不错，佛陀在世的弟子那都是圣贤下凡啊，应化身垂起，佛法兴旺啊，佛陀不在了，佛身边这些大弟子逐渐一个一个都入般涅盘了。往后传的时候，相法时期，特别现在末法时期，有没有圣贤来？有。圣贤现什么样子？现比丘相。啊，能不能看得出来？内行的人能看出来，外行的人看不出来。啊，内行是懂得佛法的人，有修行的人能看出来。啊，不懂佛法没修行的人看不出来。啊，你不认识啊。啊，那么最近我介绍给大家的来佛寺的海贤法师，这个光碟许多人看过，这个人也是引本垂起这不是凡人啊，啊，他到这个世间来给我们实现一个，在这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是乱世，不是太平盛世，乱世，一切秩序通通乱了。我们要修净土，怎样才能成就？他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我们要认识啊，净宗怎么修学？你看他，他就是一句佛号。啊，我们这些年来，老师传给我的，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我在年轻时候，在台中跟李炳南老居士学佛。啊，正是白老师。啊，老师教给我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他教我学经教。在这个时代，讲经的人少了，有这个能力的人，应当来弘法利生。把经典讲清楚讲明白啊，我这是他老人家鼓励我当时我不敢学，认为经典太深了，我们凡夫哪有资格出来讲经啊，我是来听经的啊，听老师讲经的，怎么敢上台讲经？正好那个时候老师办了一个经学班，他开了个班，在这个班之前有学讲演的啊，也有个班学讲演，
讲佛法，啊，那是普通，所以是讲开示。啊，这个班培养了一批人，大概有两三年。女同学很多，到以后结婚了，结婚就不来了。啊，所以老师受了这个教训，这个经学班呢，选学生就很严格了。啊，你要想参加这个班，女同学要发心不结婚，啊，一生讲经教学才行，所以就很少有人来参加了。啊，那来参加的是哪些呢？都是中年妇女，啊，他们有家庭，有事业，啊，儿女都长成了，都有工作了，他们退休了。退休之后来学讲经可以，他不会改变。所以我们班上年岁最大的林堪志老居士60岁，啊，我们那个时候我是31岁，跟李老师，啊，林堪志等于差不多是大我30岁，小学毕业，跟李老师学讲经，我们一看到他了，信心就升起来了。啊，我的年龄只30刚出头，啊，他小学毕业，我初中毕业，高中还念了半年，那比他强多了。啊，他都能上台。那我怎么能不上啊？能不上台吗？给我很大的鼓励啊！我就参加这个进修班啊，专门学讲经。那个时候进度很快，都是学的小部经、小乘经啊，差不多是一个月完成一样。啊，我跟李老师1年3个月，就15个月，学会了13部经。啊，这13部经我都能讲，还讲得不错。啊，出家的缘分到了，就我离开台中啊，出家了。出家之后，在寺庙里住了1年，我教佛学院，啊，就教了1年佛学院，觉得自己不够，啊，学的是小部的，没有大部，这不能扎根。我就向李老师请教，我还要回来学一部大部经。老师说对，正确的。啊，我自己选了《法华经》，老师正好开讲《楞严经》，老师就告诉我，他说你学《楞严》好了，《楞严》跟《法华》都属于大部，分量差不多，而且都是属于一乘法。啊，中国古人讲啊，开智慧的《楞严》，成佛的《法华》。啊，就教我学楞严。啊，楞严经他讲了3年，他是每一个星期3讲，星期4我复讲，把他老人家所讲的我重复讲一遍。啊，所以他一部讲圆满呢，我这一部也讲圆满了，学得很踏实。啊，所以你问我学的经教，我学的经教根是大佛顶首楞严经。啊，以后我跟8个同学
联名向李老师请法，请他老人家讲《大方广佛华严经》，老人家答应了。也是一个星期讲一次。我听了第一卷，楞严啊，这个华严81卷，叫80华严。我听一卷之后，后面我大概都没有问题了，全经我可以讲下去了。老师在台中讲，我就到台北去讲了。老师一个星期讲一次，我一个星期讲3次。所以我不到一年，我的进度就超过老师了。根一定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经通确实一切经可以贯通。所以我论言学得很扎实。以后看大乘经教的时候自己看没问题。尤其李老师讲这个华严，我听一卷之后就行了。以后有问题向他请教，没有问题的时候就一直讲下去了。随着是老师跟学生都不是圣贤垂泣呀。那怎么讲法呢？讲经是大事，不是小事。古时候没有大彻大悟，不能出来讲经。大彻大悟谈何容易？所以老师教给我，我们讲注解。注解是古人做的，是大彻大悟人做的。我们照注解讲，注解没讲错，要注解错了是他的责任，不是我的责任。我没有过失，他有过失，我只要把注解讲清楚讲明白，没有讲错就对了。所以讲古人注解，我们这心就定了。自己确实没有能力注解。我没有做过注解的工作。也出版了不少东西，都是我讲的，同学们记下来，他们出版了。有些少数我从头到尾看，大多数我都没有看过。所以学习经教有没有必要？有。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学习的方法一定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部经里面得到消息了，有了悟处了，才可以学第二步。那个时候学进度就快了。障碍没有了。这个佛法里面的教学跟世法完全不同。世间这个学校它的学科很多，同时教学。一天上几堂课，科目都不一样，不同的老师，不同的教科书，这个在佛法里头
不许哭，在中国古代也不许哭。啊，佛门的教学总纲领是戒定慧三学，应戒得定，应定开慧。他的目标就是佛法修学的目标是开智慧，不是知识。我们世间的学术完全是求知识，知识应该是广学多闻，智慧是一门深入。为什么？智慧是从清净心生出来的，清净心就是定。所以持戒你就能得定，得定之后啊，就能开智慧。佛教传到中国，这个方法带来了，中国的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所以儒释道教学都重视开悟，这个道理我们要懂。那么在现前这个时代谈开悟太难了。我只看到一个开悟，在这一生当中。我的老师有没有开悟了？没有。但是他有定功。为什么没有开悟呢？俗物太多了，办的事业太多了。台中联社是他办的，慈光图书馆是他办的，菩提医院是他办的，还有个养老人院，还有两个幼儿园，这他办的事业。另外他本身是奉祀官府的主任秘书，他又是中国这个中医大学教授，还是台中一个中心大学，两个大学的教授，所以他的工作忙，太忙了，这个就妨碍修定。老师一生的心意，他是一个多才多艺，过学佛学根底很深的人，心地慈悲呀。我们这些同学跟他学，多半都学一样。我学的是佛经，台中徐行明居士学的是古文，这一门他传下来了，代表的是易经，不容易啊。江一慈老师他跟李老师学的是唐诗，我们每一个人就学老师一样东西。老师还没有传下来的东西很多，那么他的全集诸位看看你就了解了，这是一位真正大善知识，没有大彻大悟，那我见到大彻大悟是谁呢？海贤老和尚。你细心观他，看他的这个碟片，这个人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告诉别人他什么都知道，这一句话不能随便说，
什么都知道，就是大彻大悟。啊，但是他呢，他什么都不说。啊，说出去之后，名闻利养就来了。啊，他一声不说，没人知道他。啊，这是一个引本垂基，不是普通人。啊，他表演的是就一句佛号，他不认识字，跟六祖慧能一样。啊，慧能是从定中开悟的。最后的印证是五祖给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大彻大悟，说出五句话，那个五句话就说明开悟了。悟的是什么？悟的是明心见性。心性是什么样子？这五句话了，把心性讲清楚、讲明白了。五祖一听，行了，其他不必讲了，你全知道了。啊，衣钵就传给他，他就成为第六代祖。盛唐时代还有嫉妒障碍呀，老和尚把衣钵传给他了，一般人不服啊，都瞧不起慧能。啊，老和尚衣钵传给他了，连夜半夜叫他赶快走。啊，以免别人害你。啊，船给他准备好了。他离开三天之后，老和尚才把消息告诉大家。啊，三天走得很远了，这才宣布。啊，告诉大家，衣钵已经走了，大家才知道。啊，何况现在，我们学佛弘法很辛苦，啊，遭遇的灾难很多。想想古人。啊，想想释迦牟尼佛他自己，我出家是张家大师劝我的，而且劝我学释迦牟尼佛，我接受他老人家的教诲，我跟他三年，我佛法的基础是在他那里奠定的。啊，讲经是从台中学来的。啊，李老师劝我的。啊，我三个老师，方东美先生是启蒙的。啊，叫我认识佛法。在这个之前，我们误以为佛教是宗教，
是迷信，所以根本呢就不碰它。啊，年轻时候喜欢哲学，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啊，我非常感谢他，他为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从西洋哲学说起，讲到中国哲学，最后讲到印度哲学，印度哲学里头讲到佛经哲学，我就很讶异了。我说佛教是宗教，是多神教，多神教的意味就是低级宗教，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神，一个真神。啊，佛教什么都拜，到寺庙里面看，啊，这叫多神教。多神教在宗教叫低级宗教。方老师告诉我，佛教不是宗教，我从来没听说过。佛教是无神论，那佛菩萨不是的，佛菩萨是人，不是神。啊，他从梵文翻译过来的，印度人称佛陀，就像中国人称圣人，这个意思。菩萨叫贤人，啊，阿罗汉君子，在儒家讲圣贤君子。啊，像现在的学位一样，它是学位的名称。啊，佛教里头没有造物主，宇宙从哪里来的？佛说，是你的念头产生的。一切法从心想生，相由心生，色由心生，色相都是讲物质现象。啊，物质现象从哪里来的？念头来的。啊，念头从哪里来的？念头从自信里来的。啊，所以能大师听《金刚经》大概四分之一了，没讲完呢，豁然大悟。提出报告，何其自信，本自清净。这就说明自信就是真心啊，真心没有染污，被染污的是妄心，不是真心啊。第一个告诉我们清净，所以我们要用真心，不要用妄心，用真心过佛菩萨的生活，快乐，那就是极乐世界。那平等心是菩萨，清净心是阿罗汉，觉呢就是佛，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是觉。啊，见性成佛，啊，见性的人在佛教里头就可以称作佛陀。啊，慧能大师见性了，告诉我们自信清净。第二句话说，何其自信，就没有想到自信了，本不生灭，真心不生不灭。那妄心呢？妄心有生灭，妄心就是念头。你看，前念灭，后念生。啊，我们起心动念的是妄心。妄心有生命，真心没有生命。啊，本来不生不灭。第三句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自信具足一切法。一切法分为三大类，
第一个智慧，第二个德能，第三个相好。啊，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就说的这一句叫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跟如来一样的智慧，一样的德能，一样的相好。所以佛法从自心求啊，不从外求啊，外面是假的，没东西啊。啊，心外求法叫外道啊。啊，佛法完全从自心求。这个道理很深。啊，第四句说，何其自心，本无动摇。啊，这说什么？真心是不动的，妄心是动的，真心不动。最后一句，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你看，万法是自性生的，没有造物主，啊，没有一个神，佛教里都没有神。啊，佛教里的佛陀是第一个修为最高的，菩萨是第二个修为，阿罗汉是第三个修为，好像现在大学博士、硕士、学士，学位的名称呢？啊，所以《华严经》上佛教导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佛教学毕业了就成佛了。啊，菩萨是博士班的学生，还没有拿到学位。啊，拿到学位了，那就叫佛陀了。每个人都可以成阿罗汉，都可以成菩萨，都可以成佛。啊，你好好的修。啊，那么我要修学佛，想成罗汉、成菩萨、成佛，是不是一定要学经教呢？不一定。释迦牟尼佛没有学过经教，他是修定开悟的。啊，慧能大师没有学过经教，也是从修定听《金刚经》开悟的。这个海贤法师没有学过经教，他也不认识字，没念过经。啊，他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个方法他得到。这个方法就是戒律啊！你真正持这个戒，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心里头就这一桩事情，除这一桩事情之外，统统没事，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四意心不乱，证阿罗汉，念到理一心不乱就成佛了。啊，所以海贤是念阿弥陀佛得一心不乱。啊，这就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这是佛陀教学的理念。方法呢，读书千遍，其一自见，自见就是开悟了，啊，自己明白了，啊，你得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也是戒律，
啊，他就一句阿弥陀佛开悟了。我教人是读一部经，就念这一部大乘无量寿经，下莲居老居士会一本啊，念多少遍呢？一天算中天，不要算变数，念十个小时啊，最初念不熟嘛，大概念一遍呢要两个小时，念熟了完全能背诵的，念一遍大概半个小时，那么十个小时念二十遍，剩下的时间念阿弥陀佛，你这样能够念上五年十年，就会有悟处，会开悟啊。所以海贤老和尚什么时候开悟的？他没说。我从光碟上看他，我估计他应该在40岁左右他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啊，30岁前后他得四依心不乱，就是证阿罗汉果境界，40岁的时候他就成佛了，化身菩萨了。啊，他20岁开始念佛，20岁出家，师父就教他这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他就老实间念啊，没有想别的法门，没有受任何影响，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往生自在啊，不要人助念啊。啊，往生这一天白天干了一天活，从早到黄昏在菜园里头拔草浇水整地啊，坐了一天，晚上走了，啊，最后的表法就是表这个唯有生战生，意思很深很长啊，我们要能体会啊。最重要的一个表法告诉我们，佛陀教育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就是什么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他做到了，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他做到了啊，他不是读书，他就是念一句佛号啊，一句佛号从早到晚，口里不念心里头念，从来没有丢失过啊，睡眠的时候不念了，醒过来之后佛号就跟着起来了，不分昼夜，他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啊，他的生活是念佛，他的工作是念佛，处事待人接物没有一样不是念佛，证明这个法是真的，为我们作证啊！西方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他里头有一句话你要会听，有人问他，你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他说：“我有好几次
要求阿弥陀佛带我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不肯带我去，说我修得很好，修得好啊，留在这个世间做个好样子，要表法啊，做给人看看。好几次，那就不是一次啊，我们在净土圣贤的里面看到慧远大师啊，我们净土宗初祖，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四次见到阿弥陀佛，见到极乐世界啊，最后一次是往生，前面那个三次从来没有告诉人，最后往生的时候告诉大家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现前，我要往生。这个境界过去曾经见过三次才说出来啊，别人问他极乐世界像什么样子，他说跟无量寿经上所讲的一模一样，证明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没有错误啊。海鲜念佛92年了，我估计他老人家见阿弥陀佛见极乐世界绝对不会少过10次啊，给我们做这个证明呢，我们要相信啊，绝对不能怀疑啊，我们要求的什么极乐世界，这个世界是假的啊，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啊，怎么去一句佛号就行了啊，经典要学习，为什么我们对极乐世界认识不够有怀疑啊，经典能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又加上老和尚的表演给我们看，我们对这个法门死心塌地啊，最后的表法是表什么？表下莲居老居士的慧基本是真经，一点错误没有啊，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也是真的，没有错误，可以相信的。那我们这十几年来依照这个本子，依照这个注解的修行，没错，叫我们放心啊，死心塌地一直修下去，表这个法了啊。那么实际上这个表法的意思深长无尽啊，这就是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啊，告诉我们一桩，什么能兴旺？互相赞叹就能兴旺，互相毁谤就要灭亡。家和万事兴啊！啊，不可以互相毁谤啊！互相毁谤是灭佛法。互相赞叹是心佛法了啊，纵然别人有过失，过失也不能够到处说，那就变成毁谤了。归过劝善是要在什么没有第三者在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那为什么人有面子，你要顾虑到啊，说别人过失不可以有第三者存在。老师教学生也如是，学生有过失啊，同学面前的时候都不说，一定把学生叫到房间里来，关起门来只有他一个，教训他。老师对学生都这样
啊，何况对外面人。所以社会和谐，社会就安定。啊，国家领导跟人民互相赞叹，这个国家就兴旺，才能出现太平盛世啊！啊，别人回报我，那他的事情，我绝不回报他，我赞叹他。啊，他不了解这个道理，我了解；他不了解，他做这个事情，过失情有可原。我明白了解，如果我心里不服，他回报我，我也回报他，那不跟他一道去了。要晓得回报三宝的过失，是无间地狱，叫破后合身。我们相信因果，我们决定不敢做这个事情。啊，他有长处，我们赞叹；他的缺点，我们不放在心上，更不可能放在口上。这是正确的。啊，我们这么大的年岁了，万缘放下。什么经都不讲了，啊，这一切文字我也不看了，啊，只有一个心愿，往生极乐世界，啊，海贤法师为我作证，我很感谢他，啊，我向他学习。我也劝导净宗学人都应当向他学习。怎么学习法？每一天把这个光碟看三遍，一天念十万，念一万声佛号，啊，念一万声佛号，光碟看三遍，一年不要间断。啊，为什么只有是说一年，不说年年？一年你不间断，以后你就年年不间断。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我只教你个开头。啊，为什么呢？你真正去看，欲罢不能呐！啊，刘素云居士上一次给我做了个报告，他看了160多遍，啊，一天至少看三遍，有时间看5遍，看10遍。永远看不厌，为什么？法喜充满，法味他尝到了，尝到滋味了，这就有受用了。啊，这个受用终极的目标就是到极乐世界做阿弥陀佛的第一弟子。无比的殊胜呐！啊，所以这些人神通一大，他真是大神，他不是小神。啊，是全集游戏神通来此土故啊！啊，到我们这个世界。帮助释迦牟尼佛。啊，海贤这一次到这来，帮助世尊，帮助阿弥陀佛。啊，换一句话说，帮助我们所有修净土的同学。啊，给我们做了真正的、千真万确的事实证明。我们再看后面这一段，是念老做的总结，这一段的总结。众上无甚，啊，上面说的无畏上首，
表法的上首了本记，是乔成儒尊者。乔成儒这个名号是梵语音译的，他的意思就是明了本记。本记是什么？就是六祖能大师讲的自性。那么了本记就是明心见性，就这个意思。为了知其久远的本记，故首列之，把它摆在第一。一切经诸位展开，多半都是舍利弗、摩犍连，很少看到乔成儒尊者。那么这个经要把它放在第一位是什么意思，就很明白了。这部经是如来所说一切经里头的第一经，依照这个经本修行，是如来第一弟子。为什么？你一生成就，你修别的法门不一定一生能成就，这个法门一生决定能成就，所以你是如来第一弟子啊。那么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表这个法，他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第一弟子啊。我们跟他学习也是学习，就是第一弟子，不能不知道啊。甚至就是舍利弗啊，舍利弗智慧第一，表弥陀之佛智，阿弥陀佛的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伦，最上甚智，之深广无涯。这五种智慧将来在经上都有很长的经文介绍啊。那么总而言之，一句话，圆满究竟的智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不是对佛的赞美，不是的。为什么？这五种智每个人都有，只是你现在烦恼障碍了，它不能现前。你能把烦恼放下，智慧就现前。啊，佛经上所讲的一切全是真的。啊，只要你把障碍去掉，它就会现前。这一点跟世间一切宗教的不一样啊！一切宗教神有的智慧能力，人没有啊。佛不是这样说，佛所有的一切智慧能力，每个人都有，一切众生个个都有。啊，只要你肯放下，放下见思烦恼，就证阿罗汉果。放下尘沙烦恼，你就证菩萨；放下无明烦恼，你就成佛。佛讲这三种障碍呀，障碍了你的自信，啊，障碍了你的本能，障碍了你的相好。啊，重要的放下，假的，啊，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就对了。放在心上全错了啊！心上只能放阿弥陀佛啊！如果要经典呢，就只能加一部《无量寿经》，其他的可别增加了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决定有份，决定得胜。啊，摩莲代表神通第一，
显游戏神通的誓愿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你是阿弥陀佛第一弟子，你是智慧第一，你是神通第一。啊，样样第一了，没有第二了。极乐世界是平等法，每一个人到那里考试都是第一名，没有考第二名的。不像我们这里有第二、第三、第四，极乐世界没有，通通是第一。啊，为什么呢？大家不生烦恼。如果有第一、第二、第三，就生烦恼了。你看他比我高。我给别人差一等啊，极乐世界要那个地方，为什么叫极乐？是平等的界，乐就叫极乐，不平等不能叫极乐啊。极乐世界一切平等，为什么？全见性，见性就平等了啊，智慧神通道理相好同时自性变现，见到性就圆满了，那怎么不是第一呢？没第二。那世间法里头有第二，大乘佛法里头没有第二。啊，大银光就是迦叶尊者。啊，贤士弥陀殊胜光明，无不照见。光中极尊，佛中至王，这两句是经上的话。啊，我们到极乐世界去成佛，要跟阿弥陀佛一样，跟阿弥陀佛平等。啊，句句都是实话。啊，侵袭阿难尊者，代表文明欢喜，习得度脱。文明就是听到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名号，你听到这个名号生欢喜心了。啊，你将来一定往生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成就究竟圆满的佛果。下面又告诉我们，迦叶是宗门初祖，阿难是二祖啊。那么这一句佛号就是禅，不必再去参禅了。阿罗乔成表当人之本际啊，代表我们的本性啊。舍利弗表众生本具的智慧，你看众生本具。目连表众生本有的神通，一切都是本有的，不是外来的啊。银光表灵光独药，穷途根尘，这是禅宗最高的境界啊。庆喜就是阿难尊者，表庆，庆是庆念庆信啊。我们遇到佛法，遇到大乘，特别是遇到净土宗，无量的欢喜啊，快是快乐啊，生平无比的快乐，无比的庆幸，心心相续相继，故知一部大经正是复发传心经宗啊，禅宗传心发药，这一部无量寿经就是传心发药。
一句名号，直显本来面目。于此见得了时辰待觉之火啊！在这个地方，你能够体会的，你能够明了了啊！那就是永明大师所说的：有禅有净土，犹如待觉火啊！待觉火是比喻。有禅未必有净，有净决定有禅，不可思议啊！我们从海鲜老和尚表法里头看到了，他就是一句佛号得到的境界，是禅宗最高的境界。啊，六祖大师开悟了，他也开悟了，跟六祖同一个境界，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是也是同一个境界，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学这部经最重要的搞清楚搞明白，死心塌地，我到极乐世界就做佛去了。啊，这个世界是你们的，不是我的，我要离开了。啊，你们喜欢这个世界，这是你们的。你们如果不喜欢这个世界，可以跟我一道到极乐世界去。啊，极乐世界的门永远是敞开的，无逆失恶，真正忏悔求往生，通通得生，多慈悲呀！啊，造作地狱罪业的众生，往生传上有很多例子。啊，眼前的例子。我们看到刘素云的姐夫虽然也学佛几年，脾气很大，怨恨心很重啊，对他的媳妇啊，他那个媳妇跟他是冤亲债主啊，很透了啊，死了做鬼我也不饶你，发这样的心，这些什么，这是到地狱去的，贪心变过鬼，嗔恚堕地狱，愚痴变畜生，贪嗔痴叫三毒。决定不能有啊，有贪嗔痴的念头就是三恶道去了啊，不能有贪心，不能有嗔恚啊，受再大的苦难也不可以怨天尤人啊，要能忍受啊，通通用念佛来化解它啊，心里头只有佛号，没有怨恨，没有贪念啊，没有愚痴，这个人决定生净土。
啊，带着贪嗔痴就靠不住了。你看海鲜老和尚一生没有怨恨过一个人，啊，没有对哪个人的讨厌，哪个人欢喜，没有，人人都是好人，事事都是好事。啊，打我是好事，骂我是好事，啊，让我受苦受难都是好事，这才能是弥陀第一弟子。为什么？表演给世间人看，只有弥陀第一弟子能做到，世间人做不到，他能做到。啊，所以他跟佛有消息，跟佛常见面的，啊，佛来鼓励他，佛来安慰他，还叫他继续表法给大家看。啊，所以念老教我们，但当莫执念去，莫执就是一直。啊，只要你一直念去，海贤老和尚的师父教给他一句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莫执就是一直的意思。啊，永远不要改变。你看，便是无上深禅。他的成就是禅宗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用什么方法修成这样圆满的禅定？一句佛号，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其义自见呐。自见就是开悟啊，没有人教你，大彻大悟。无论定持三念，决定功不唐捐。唐捐是古人的话，叫白费力气。啊，功不唐捐就是功是决定是真实的，没有错误。啊，没有白费。啊，你的功德就近成就，就这个意思。啊，这几句话我们都要牢牢记住。末后这一段，本经先立声闻，后仗菩萨。啊，这个表演与会的大众先说声闻，下面第二段丁二这说菩萨众。啊，正说佛地论第二里面说，先说声闻，后说菩萨，声闻众者尽在世尊，亲受化故，又住声闻常随佛故，形同佛故，是故诸经多是先声闻而后菩萨。啊，声闻是什么呢？没有正法身的学生，要常常跟在佛的身边，不能离开。菩萨呢，是已经大彻大悟的学生，他可以在佛身边，也可以在外面教化众生。啊，所以菩萨带佛教化众生。有出家的菩萨，有在家菩萨，在家菩萨特多。本经这个地方列入在家菩萨16个，
出家菩萨只立了三个人。啊，这个里头的意思我们要明了。啊，声闻不离开佛，他在佛的身边，所以一提到佛就会想到他们大众。啊，他们不离开佛，佛讲经说法，他们都在，都听到。啊，通常经上记载的，1255人，常随众。啊，他们示现比丘像，释迦牟尼佛示现也是比丘像。跟释迦牟尼佛样子形象相同，啊，剃发，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佛的声闻弟子，世间一般人见到佛的弟子，如同见佛一样，都能升起恭敬心。真诚心、亲近心啊，所以比丘形象有这个好处啊。啊，可是现在人不知道了，佛教没有人宣扬，让一般人对佛教产生严重的误会啊，我自己本人就是如此。啊，要不然怎么可能26岁才闻法？啊，要不是遇到方东伟先生，我这一生与宗教没有缘，与佛没有缘。为什么？很大的误会也。啊，方东伟先生把佛教介绍给我。他老人家怎么说？啊，他说我年轻的，你不知道啊。释迦牟尼他没有说佛，他就说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跟他学哲学，哲学要找哲学家了。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是世界上最高的哲学，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这一生真的享受到老师传的最高的享受啊，最高的享受是什么？你尊重我，我没有欢喜心；你回报我、侮辱我，没有嗔恚心。最高的享受啊！啊，永远在清净平等处。这就对了。啊，没有贪嗔痴慢疑。这五个字，有这五个字，你就造业，你怎么能有最高的享受？最高的享受，佛菩萨的生活，至少是阿罗汉以上。啊，头一个我没有了。入佛门第一桩大事情，破我执。什么人证得了？须陀洹证得。小乘出苦，大乘初性为菩萨。《金刚经》上说的：“
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是须陀洹。这个要知道，这入门的真正佛弟子，《金刚经》后半部的时候，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那个见什么念头？意念啊！前面无我相，破四相；后面破四见，破四家相是入门，真正入佛门。破四见，法身菩萨，就是明心见性。啊，《金刚经》前半部、后半部不一样啊。前半部是大乘，初心为菩萨；后半部是大乘，圆教初住菩萨。啊，别教初地菩萨。这怎么会一样啊？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就是把贪嗔痴放下，啊，连带的把贪嗔痴慢疑五毒都放下了，你才得自在，你往生才真有把握。啊，活在这个世间，随缘，多快乐！啊，顺境随顺，逆境也随顺，善缘随顺，恶缘也随顺。顺逆善恶，通通平等了。为什么平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通通等于零，零跟零是平等的。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啊，《金刚经》好，六祖能大师在这一部经上开悟。所以以后变成禅宗必读的典籍。啊，在这以前，禅宗传心是用楞伽经。啊，六祖以后用金刚经。啊，楞伽经是在楞伽山讲的，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啊，那个讲经的遗迹还在。啊，我上一次去没去参观这个遗迹，啊，在远处看到这座山，看到这个处所，啊，没上去过。啊，释迦牟尼佛在那里讲的。啊，楞伽性相两宗教义都涉猎起。啊，特别是给我们讲到自性现量不断之物啊，讲得好啊。啊，整个宇宙到底是什么？他看透了。啊，这两句话就是通常大乘经上所说的诸法实相，啊，一切法的真实相是什么？是自性现量。这造物主是造人，就是慧能大师说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自性现量就是自性能生万法，万法是自性所生。啊，能生是自己的自性，就是自己的真心。
那么现在整个现象是什么？是什么？不断之物，不断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啊，它不间断，但是每一个念头都是假的，都不可得，所以叫无。无不是说没有，无是说不可得。啊，相是有，相不可得，这事实真相啊！啊，为什么不可得？我这有一卷，这是电影的底片啊，这个大家知道啊。那么他在放映机里面播放的频率，一秒钟24张啊，一秒钟24张画面重叠在一起，我们看出，哎，它里头有动作，啊，看出里头有人，啊，有山河大地，啊，有一些建筑物，你都看到了。如果是一秒钟啊，放一张，啊，不是，第一秒钟。24张里头啊，只放一张，把其他的23张抹黑。我们只放一张，放出来了，你们大家看到了。我问你，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什么？一定是看到，我看到有闪光，亮了一下就没有了。像闪电一样，什么也没看到，就看到光亮了一下，啊，对不对啊？这是一秒钟啊，1/24秒，你只看到一道光，光里头什么都没看到。实际上呢，光里头什么都有，啊，它打在像这个幻灯片一样，打在荧幕上。清清楚楚啊，但是时间只缩短到1/24秒，你就看不到了，只看到光一闪，内容什么都不知道。那么今天这个事情，一秒钟到底是生灭多少次？这个电影它的生灭是一秒钟24次。那我再告诉你，电视啊，过去的十几年前的电视，一秒钟50啊，就是50次啊，比这个电影快，所以电视看得更清楚。现在数码电视，现在用数码，等于这个呢，一秒钟100张，140。所以你没办法见到啊。那事实真相呢？大乘经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这一弹指。有多少次？32亿8000年，100个千是10万，10万乘32亿，就320亿。一秒钟啊，啊不是一秒钟，一弹指，那一秒钟可以弹多少次呢？啊，身体好的，体力强的，他可以弹7次。21乘7，2100兆，
一秒钟2100兆次的生灭就在眼前，你怎么会知道？念念不可得啊！你以为这个世界你能够占有，不可得了，身体不可得了。我这个身体存在，存在在什么地方？存在在2100兆分之1秒的频率下产生的幻想，这是整个宇宙事实真相啊！你要是真正搞清楚，真正搞明白，完全放下，原来什么呢？通通等于零。金刚经上你才真正体会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了不可得，这是科学。现在这个现象被量子力学家发现了啊！现在的科学技术我们也很佩服，他有能力捕捉到1000亿分之1秒。现在的科学技术啊，能够捕捉到啊1000亿分之1秒是什么呢？微中子啊，这个东西就是物质最小的、最小的物质啊，科学家发现啊，所以今天量子力学家提出了一句结论：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物质存在，所有物质现象是假的啊，是在高频率。这佛法讲是2100兆分之1秒这个频率之所产生的幻想。这幻想从哪来的？从念头来的。念头从哪来的？这科学问题。现在物质这个现象搞清楚了，搞明白了，这宇宙的奥秘，这个秘密被揭穿了。现在第二个秘密，念头。许多年轻的科学家都在研究念头，念力，念力能量不可思议，这是真的，念什么就变什么。啊，这个海贤老和尚这里有说明。啊，他自己在12岁的时候，自己种的冬瓜被他堂弟偷去了。啊，他就在种，谁偷了我的冬瓜，叫他生病，啊，还叫他这个痛苦。啊，那堂弟果然生病。啊，还这个生疮，还这个害病，啊，果然是，啊，他的婶娘把他找到了，你不能再咒了，你再咒你这弟弟苦不堪言，啊，他吓了一跳，啊，就马上转过念头，啊，让他赶快好了，念了2天，他堂弟正好了，他才晓得，从此以后再不敢咒人，再不敢念人。他真的变成事实。啊，那么18岁的时候，他生了疮，他自己身上生疮，啊，生了痈疮，啊，都溃烂了。啊，母亲给他找药，找医生，都没办法救他。这个时候，他自己先知道因果报应，他这是业障病、冤孽病。啊，医药治不好。听说观世音菩萨
救苦救难，大慈大悲，他就一心念观音菩萨，念了一个多月，就自然好了。啊，对他在佛法里面，佛所说的话深信不疑。啊，菩萨确实慈悲。那我们念为什么不灵？他灵，他专心，一心专念就灵。我们是杂心、乱心，啊，妄想多，杂念多，所以这个念不灵，不起作用。啊，如果是一心专念，那就是念念都灵。所以我学佛是方东美先生告诉我，佛法是世界上最高的哲学。现在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佛法是全世界最高的科学。啊，所以我在讲经总结佛法说什么，他说五个科目。啊，佛所说的，他老人家教学49年，从开悟就开始教学，一直到圆寂，啊，整整教了49年，啊，30岁开悟，79岁释迦牟尼佛圆寂，我们中国算虚岁，80岁，啊。教了49年了，他是个老师啊。那现在人看释迦牟尼佛身份，他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啊，他本人是什么身份？是个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因为他教学不收学费。啊，没有任何限制，啊，不分国籍，不分族群，不分宗教信仰，只要你来跟他学，他都会热心教导你。我们要把佛的真面目找出来呀，啊！他是教育，佛陀的教育。啊，我一出家，在台湾出家。就像中国佛教会建议证明，名不正则言不顺，要加2个字进去，佛陀教育，不要让人家产生误会。啊，我这个庭啊，听说佛教会是讨论这个问题，最后还是没有加2个字进去。啊，所以佛教容易啊，让人误会是宗教。佛陀教育就不会了。啊，那么我在台湾有一个机构，在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啊，我用的是佛陀教育，在教育部临安的。啊，真的要证明。那么我住在香港，香港那边成立一个佛陀教育协会，啊，香港佛陀教育协会，啊，我一定把这2个字补进去，佛陀教育，啊，那为什么我们还穿这个衣服？这衣服是佛教的礼服，啊，佛陀教育的礼服，我们为了纪念释迦牟尼佛，啊，搭上这个衣，就想到了像佛陀在世一样，啊，我们要遵守啊他老人家的教诲，他叫什么？叫伦理，叫道德。叫因果，这3样东西是佛陀的普世教育，啊，帮助这个社会能够安定和谐，
化解冲突，永远没有战争。啊，再往上提升呢，那就是哲学、科学，都达到登峰造极。啊，那就是最高的。方东美先生所说的，最高的哲学、最高的科学、最高的伦理、最高的道德、最高的因果。我们从这个地方认识佛教啊，那么今天社会这样乱，20世纪70年代，汤恩比博士就看出来了，忧心忡忡啊！这个人是非常善良，非常慈悲啊！他告诉我们，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就是现在。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这他说的。孔孟学说在中国，大乘佛法也在中国。啊，能不能救世界？能不能救国家？能。啊，我们这些年做的努力没有白费，特别是汤池小镇的实验，虽然不够圆满，但是影响力到今天国内国外啊，大家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了，也就是重视儒释道，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感应篇，佛教的十善业道，我用这三个做基础。啊，从哪里下手？从这三样下手，儒释道的三个根本、扎根的过程，一定要从这里下手。啊，做出成绩出来了。国内这些年来，许许多多的论坛都在谈传统文化。啊，在国外，印度尼西亚下个月，啊，他们要向全国中小学学生推动《弟子规》的教学。啊，《弟子规》的原文，蔡礼旭老师的细讲《弟子规》，啊，40个小时的这个讲义，统统翻成印尼文。啊，印尼回教大学校长呢告诉我，他们要建四库图书馆。学校要开办汉学系，这我想不到啊！印尼是世界上第一大的回教国家，他们人口有2亿4000万，啊，他们来带头做，对这个世界影响很大，啊，伊斯兰的国家。我跟他们关系算很好啊，过去瓦西德总统在世的时候，前后我大概去有至少有20次啊。瓦西德以后，梅加瓦蒂总统、右投总统
跟我都见过面。啊，我没有想到，回教大学居然开汉学系，汉学系就是教的课程儒释道。啊，半年当中，那边的朋友五次来访问。啊，所以我在上个月去拜访他们，在印尼住了10天，在新加坡住3天，在马来西亚住了1个星期。啊，遇到了马来西亚首相纳吉首相，告诉我很匆忙啊，他说我明天要到中国访问啊，习主席对他很好，我听了很欢喜，说你们好好的合作啊，至少要把亚洲冲突要化解啊，从亚洲和谐来推动全世界的和谐啊。过去中国人讲统战，我们不要战，战争太可怕了，我们要统合合作啊，我们要统一要合作，希望全世界统合啊，谁能够统合呢？汤恩比说的，中国人能统合，那中国人现在习主席就可以在他这个时代把全世界统合起来啊，希望全世界的领袖啊，都能够学习古圣先贤留下来的一些典籍，典籍保存的最完整的在中国。所以我就劝大家要学汉字，要学文言文啊，四库全书是人类祖先留下来的瑰宝，这个里头由从个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智慧理念方法效果经验通通都在这部书里头啊，唐太宗在里面提炼精华的精华篇就是群书之要啊。那么现在这部书我听说习主席已经列入党校必修课程，好啊，能救中国能救全世界啊！希望习主席统合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领导人啊，同心协力把这个世界一切冲突化解啊，带给社会恢复永续的安定和谐啊，让全世界人民都能过到幸福美满的生活，这是共产党的理想啊。我相信习主席在他这一任当中啊可以实现这是好事，这是我对纳吉首相的期望啊！我说你去拜访，代我问候啊！希望每个国家的领导人都要去啊！我们在联合国做这个工作，现在联合国的一些会友
啊，对于化解冲突、安定和谐的社会呀、啊，有了一点信心了。以前没有信心呢，我们做得很辛苦啊，现在有信心了。啊，特别是主席在欧洲访问，在教科文总部的演讲，他们听到之后无比的欢喜，来告诉我。啊，这个缘分很难得，应该要掌握住。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